小宝贝到哪里去喽？同学在做功课啊，你是怎样啊？啊，我为什么要在我房间嘛？爹，交钱下。卖菜。现在我连房间都没有了，我要怎么回来？回到哪里呀？再考一次最后一名了，就不要叫我爸爸，你是做别人儿子。你如果不回答问题，你就到后面去罚站。妈妈要结婚了。爸爸结婚了。这大人是怎样啊？做事情要不要考虑别人的？你爸真的为了你直接工作？真的啊。你少做梦，你妈就要结婚了，等她结婚以后就会生小孩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妈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？